老师，我想请假休学一年，给妈妈换肾，想让她早点好起来，希望老师能给我一次机会。10月27日，河南南阳市的初中生学霸顾广昭正在地里干活，这已经是他休学的第16天。16天前，他写了一份297个字的请假条，满满一张稿纸。请假条里，他说妈妈病重，爸爸一人难以承担高额医疗费，他无法安心学习，因此提出请假休学，挣钱为母亲换肾。顾广昭说，妈妈一定不同意他休学，班主任督办也不会同意，可他管不了这么多了，他需要为妈妈做的事情太多太多，他想去问问大夫，能不能把自己的肾换给妈妈。他还想赶紧出去打工赚钱，为妈妈治病，他还想有空多陪陪病重的妈妈。得知儿子要休学在家，起初爸妈都非常生气，可看着儿子坚定的态度，妈妈心软了。她知道如果没钱换肾，她陪儿子的时间变不多了，她也想多一些时间再和儿子好好待一待。